位当中派一位去拉开旁边这个很美的帘子。道君，道君，用力，展现你男友力的时刻到了。男友力，男友力，于更业，快快快！什么呀？真的没有挖出来，这是个大扇贝吗？姐夫，这个道具是猪吗？这是认真的吗？我可真是头猪，真的是。还记得你们刚开始在跟我们导演组聊天的时候，每人有一个不同颜色的饮料，那个颜色的饮料就对应不同颜色的棒。导演，我38岁了。真的是，我们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要配合玩这种东西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说。在开始之前，请五位想一个你们自己家族的口号吧。分贝家族，分贝家族，音乐圈的耻辱。分贝家族，谁都不如啊，不是。哎，我们棒。我觉得这可以。分贝家族，谁都不如我们棒。哎，对，你看，正好是还是棒。对，是不是？我们，哎，我们，你看看，我们棒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来，我一起来。分贝家族，谁都不如我们棒。哇塞呀！穿越回来，我们衣服都换了呢。哎呀，这个道具真实的让我自己都相信了。可以可以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哎，来开启我们的分贝之旅，再出逃。哎，要跳起来了！哇哥，你脚好了，整好夹好了，穿上了战靴。欢迎。